我们总会试图通过某种媒介去记录某个瞬间，可能是照片或者音频或者文字。这个被定格住的瞬间，由彼时的人事物所构成，有客观存在的空间，也有荡漾着涟漪的想法。回忆的过程就像是一次脑海中的成像。 这些记忆与情绪在感光纸上慢慢浮现，变成为了对世界的二次体验。本项目基于咖啡、新社交媒介以及咖啡厅、城市中普遍的社交场所作为对媒介与空间的探索，采用概念胶片的形式记录下当下空间中的一段声音，参考咖啡豆溶解于水渍的晕染形态，通过代码编程转化为可视图形。 寻找一种能够将城市、市民、咖啡与咖啡厅进行更加紧密连接的方式，希望每一次的回忆成像带来的都是美好的体验。